好香哎！坐坐坐坐坐。吃的还行嘛？原本还以为你们过得很惨。事务所开始有稳定接一些案子，所以有一些收入了。哦，是披萨啊！来看这披萨怎么做的。啊，披萨不就披萨做的？这什么逻辑啊？它不是啊，我这是用吐司片，然后把它切一段一段，然后再加蔬菜，再加 cheese， 然后火腿，然后下去焗烤。你说的是那个干干硬硬的恶心吐司片吗？哦，看起来唬人，对不对？佳人姐厨艺一流，做的跟真的很像。哎，不要跟我讲这两道是什么野草拔过来料理的。对啊，这是隔壁邻居种的盆栽，当然不是啦。这个我还没有办法把这种垃圾变成黄金的地步啦。好了，赶快吃饭。好羡慕你哦，二姐，有自己的家，吃饭也不用看爸脸色。你不吃吗？哦，我等等还有事要出去一趟，你们吃就好。什么事啊？就一个香港的朋友来台湾。我要请他吃个饭。香港的朋友，你不用担心，不是雷公那一种，是一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朋友了。啊，他来台湾自助旅行几天，我想说我不请他吃个饭有点说不过去。啊，等等吃完饭，我顺便带他去逛逛夜市，会晚一点回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该走了。不要太像我，你很烦呢。走，拜拜拜。哎，我发现你们两个聊天很像夫妻呢。哎，你不要乱讲话哦，我们就只是室友。你很烦呢，我从来没有看过我二姐这样哎，而且刚刚仁杰哥要走的时候，嚯，你直接失落起来。跟我讲你们两个没有在谈恋爱，我跟你姓。哎，不对，我本来就跟你姓。不要再乱讲话啊！还是说，因为他长得像巧婷他爸，所以你有了移情作用？张小日，你再乱讲话你就给我滚回去。准备好了，暂时应该可以吧？是照你以前尺寸去挑的。好了，我带你去试。先告诉我你的计划吧。我们这次的目标呢，是那些想赚钱却什么都不懂的贵妇。我会跟他们介绍说，你是我的老板。是专门在做虚拟货币投资的富二代，而我呢，就是你在台湾这边负责接洽的窗口。就这样，一本简单的企划书，就想把钱骗到手。当然不只是这样啊，最主要的呢，还是靠你江仁杰这张脸，再加上你口才这么好，只要发挥以前的实力，我相信绝对没问题的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哎，你先去换衣服吧。出来之后我们从头绕一次。好。啊，对了，这只手机你拿着，以后联系比较方便。有必要吗？这不是最后一次。但你有办法保证一次就成功吗？你放心，等事成之后呢，我会完完全全消失在你眼前。不说话算话。去换衣服，快去换衣服。
这是你欠 Alice 的，这笔账还完了，你和过去就再也没有任何瓜葛了。